闸门打开了，新加坡三级赛啊，新年杯是正式开跑。但是三号的澎湃动力呢，出闸是稍嫌慢啊，他现在是垫后的。那我们先看到在内栏位置的呢，就有盛抗士，然后呢在旁边有看到了，那跟着呢就还有是创立多，那接着呢在巧夺天宫在内栏，跟着大概是一个马尾之后呢就有二号的天行者，另外呢大概是一个多马尾之后呢是江河之心，接着呢就还有一点点在外侧蓝色彩衣的马匹，然后有林家武士，接着呢就是一号的特立独行，他是守在内栏的位置，旁边就有精英威。那殿后的呢就是八号的韦伯特啊，然后还有就是三号的澎湃动力了。转入这直程的时候呢，我们先看到一匹马走得非常好的是这个看到了，那看到了在前面呢是先领出了大概四个多马位啊，然后其他在追他的马匹呢就有五号的盛抗士啊，然后呢是江河之星啊，还有这个巧夺天宫，看来看到了在这场赛事呢是要爆冷的，看到了继续在前面领出大概四个多马位，看到了赢了新年杯，然后呢是二号的天行者，接着呢才有三号的澎湃动力啊，或者是中间上来的马匹，包括有江河之星，另外是一点点巧夺天宫终于输了，然后呢是精英威力林家武士，接着呢就是盛抗士啊，然后呢就还有特立独行韦伯特跟创立多。